打电话。第二场是一个什么？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是达达骑士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拿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是，那我到药店了，我现在已经到药店了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啊，你好。我是达达的，达达骑士，社会兼职。行，他好像过去拿了。什么？是什么？阿娇。乐娇是吧？阿娇。阿娇，阿娇，好，行，我拿到了，好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阿娇，好，取货成功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，现在是下午的，等一下啊。好，现在是下午的那个16:33，下午的4:33。啊，我现在去，我刚刚接了一个单，这个单呢是送到，富山花园，所以这个单呢，接送到富山花园这里。那今天，这几天都是下雨天，这几天呢都是在下雨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天气怎么样？今天最高气温是17度，最低气温是12度，体温感觉的就是11度。东南风4级，湿度97%。那比较，就是说一直在滴滴答答的下雨啊。刚刚我出来的时候，还是在下小雨。现在雨稍微有点停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富山花园，离我差不多有将近2公里的左右。我现在仍然还在，火车站这里，厦门火车站这边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大概要走的路线吧，就是说终点和起点，距我有2.3公里，可能不需要2.3公里，就这样，但是差不多，大概就是2公里左右。因为他走的是那个横平竖直的，所以说会那个
距离会长一点。反正我们到，看我们要怎么走了。如果是走湖滨东路，然后再走湖光路，然后再拐进去就可以。还有之前说过了，这些电动车吧，共享单车呢，为什么上以前几期都没有呢？就是因为这里是不让放，这一段是不让放那个共享单车的。前面那几个，它上面好，前面好像有一个牌子说的，不让放共享单车。你看地铁门口，共享单车就不让放。我得去找一辆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你看，请将你非动机动车规范停放，否则将予处款、罚款。美团单车市民城市管理局武村执法中队温馨提示：美团单车好像是不让停还是什么？看，起点和终点。如果用骑行的话，就是要2公里左右，2.1公里骑行，从这边出骑。走那湖滨东路，然后湖光路，2.1公里。然后我要先去扫一辆共享单车。现在是下午的那个下午的16:37，3月26号，今天是周日。对面呢是罗宾森购物广场。现在温度呢是13度。刚刚下雨下得特别厉害，找一辆那个共享单车骑过去。它是普普的，也是跟美团呐、饿了么一样的性质。它是以普普是一种品牌。也没想过。青桔单车是那个，就这辆了。青桔单车是那个滴滴出关，扫码 OK。 是吧？可以了。
我把它挂在这里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应该会走的路线路，走湖滨东路、湖光路，然后到这个湖滨六里这边拐进来，它的地点是富山花园，地点是富山花园。那我们开始。起行导航开始。今天有雨，出门记得带伞。这个我个子比较矮，一般情况下我也喜欢低一点点的。好，行，刮风下雨都是要走。我们左手边是华兴大厦下面的店面。往下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是湖滨东路。其实这个共享单车要检查一下刹车是否灵，刹一下看看是否可靠。这个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是自行车道。本期依然是用自行车配送。厦门骑行，好吧，可以过去了。走外面，自行车道，这个道就挺大的，但是它不能连续啊。下一次，现在还得往前走，左手边是万象城、华润大厦这些。现在我都害怕，说有时候还害怕开得很快的那个自行车，把很快的电动车，他有时候没看啊，没看路，他看手机。我刚刚在走那个地下通道的时候，只看手机，然后走着走着，我觉得应该很长啊，这条路很长，没想到一抬头，哎呀，差点撞到那个墙面了，可能距个3米左右。在这边是湖滨南路与那个湖滨南路与和祥东路的交界处。那前面这个应该是 KTV 夜总会啊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那个万象城，这边就是万象城了。
阴天，雾蒙蒙的阴天，下雨天。昨天是中雨，今天是小雨，但是也是滴滴答答。然后湿度是回南天嘛，湿度特别高。我们走到下一个路口，应该是那个湖光路，然后拐进去湖光路，左右拐进湖光路。哦，这辆就开得非常快了。搞不好车啊，搞不好一路顺风啊。这里为什么我记得这里是湖光路啊？因为左手边是湖光大厦，然后这条路呢就叫湖光路。左手边有个大厦叫湖光大厦，我们拐进来湖光路。阿胶，哇，这里好浓的那个，这个厨就是那个做饭的味道。这湖光路，上面有个烟草大厦，烟草总局。啊。从这里进去，烟草总局，烟草局啊，还是什么事？厦门是烟草专什么的，哦，反正是烟草的，是不是应该左拐的？右拐。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还要往前走一下，走一点。然后拐到湖滨六里。拐到湖滨六里。准备拐了。不是这条，还没到，这是湖滨西路。
还要往前走。前方100米右转，进入丛林里。还要往前走啊，湖滨六里。应该从这边拐，湖滨六里。把手机拿出来，看看，前方50米，还要往前走一点。这是湖滨六里，1里、2里、3里、4里，湖滨六里。前方100米右转。湖滨六里啊。右转。左。右转。右转，嗯，哦，应该是这栋吧，是啊。右转，是啊，就是这栋了。哦，应该怎么上去呢？目的地在您右侧，骑行导航结束。哦，他这个要刷卡的。这里是富山花园是吧？啊，这是一期，是金苑啊。啊，你好，我到楼下了，可是这个要刷卡，好像是，要刷脸。啊，这前门是吧？哦、啊，我。前门过来不用啊，前面有保安。好，行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啊，警卫，喂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有一个收货吗？你告诉我一下，我也快迟到了。6520是吧？好，我在楼下了。6520，你说啊，好，行，再见。
无名西路，前门。富山花园，啊，应该就是这里啊。等一下，先把自行车先停在这里。师傅，735号在哪里啊？在，是往这里面走是吧？啊？好，右边拐。好，谢谢你啊。里面的绿化还挺多的，是不是？起码这个是右边拐进去，中间这一栋，是这栋吧？应该是这栋。哎，请问一下，735栋是在哪一栋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也是刚刚在中间。说在，右，而且是这栋。他爸爸说他也不得用我来。730，哦，这个是735，对。哎，小朋友，让一下，我上去一下。我靠，你真是关于市场我不要啊！你好，是您的阿娇是吧？好，麻烦给一个好评。OK。哎，小朋友，让我过去一下。富山花园，那你是富山花园？我的。紫金苑，富山花园紫金苑。啊，这个是给啥雕造的呀？看谁知道的，都造的造怎样呢？他自己造的，我看看。好，本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。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，现在是正好5点，下午5点钟，那
这边有这我它后面有一个厦门市湖民小学，厦门市湖民小学。那我的整个路程是这样子走的，怎么骑自行车呢？我是走的是，湖滨东路，我从这边出发，火车站这边出发，然后走的湖滨东路，然后走的是湖光路，然后就到这边了，然后这个穿过来，它这个是在这条路是湖民西路，这条路是湖民西路，这是富山花园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是下雨天，这段时间都是在下雨，春天过后就下雨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东风三级，湿度97%，非常潮湿。那晚上的时候，全部晚上的时候就是被子啊什么之类的都非常潮湿。我住的那个地方，那我们现在后面是，厦门市。后面是厦门市湖民小学，啊，今天是东风三级，湿度97%，今天最高温度17度，最低温度12度，现在是12度，也算是最低温度，小雨嘛，小雨，那明天就会好一点，昨天是中雨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